寻找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他本为善。他坚定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给我敞开一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信实的人要进去敬拜上帝。让我们一起起立，让我们把赞美充满这个会堂，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有毁灭，更有背叛。
献上我们满满的感恩。我们感恩不为别的，只为神丰丰富富的恩典。即便是我们如此的不配，上帝依旧爱我们，赦免我们，饶恕我们，也接纳我们。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我们是否曾经偏离了上帝的旨意，是否不小心犯了罪，是否也记不住落入我们的老我之中。我们一起在静默中，一起来向上帝认罪悔改，求上帝来怜悯我们。Hallelujah. Hallelujah. Hallelujah.
是读经的时间，今天要读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19章28节到40节，《路加福音》19章28到40节，我们一起开口，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。28章28节，耶稣说完了这话，就走在前面，上耶路撒冷去，将近伯发奇和伯大尼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。就打发两个门徒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。打发的人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。他们解驴驹的时候，主人问他们说，解驴驹做什么？他们说主要用它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稣骑上。走的时候，众人把衣服铺在地上。将近耶路撒冷，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说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39节，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，
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牧师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，是主要用的。听得到我吗？应该可以啊。不是，你要麦克风，因为那个这样收音才会收得到。好，哦，收音才收得到。OK， 好，那要录起来啊，那好吧。那边，让我喘一口气。我刚刚从那个 DC 回来。可是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真不感谢你，我们在这个非常好的天气。暖和的天气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一起思想思考你的话语，让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所思考的一切你可以接纳。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一整天所发生的一切，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早上还没有天亮的时候我就醒来，因为总算让我等到这一天。今天呢，是我母亲答应过我，我会有可以来穿新，我会有新衣服穿的一个日子。逾越节就在四天就到了。那一天是对我们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天。在逾越节，我们犹太人纪念摩西领导我们的祖先出埃及，所以还没到之前几天我们就要开始准备了。今天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我有新衣服可以穿。今天呢，妈妈要带我去拿这个新衣服，因为好久以前就定了，所以今天还没太阳还没起来的时候，还没出来的之前，我已经睡不着了。我就起来之后，我就马上到外面去，拿着斧头开始劈木材，帮妈妈准备今天所需要的东西。现在已经春天了，所以外面是蛮舒服的。我劈柴劈了不久之后，我就听到里面房子里面房屋子里面有动静了。我把斧头放下，拿了一堆木材就回到屋子里面去，果然是。妈妈已经开始在准备早餐了。我把木材放在厨房里，妈妈看到我笑了一笑，就说：“哇，你这么早就起来了。”我没有说什么，我只是微笑。妈妈知道我的意思，待会她说：“我们就进城，除了 要去拿你的新衣服之外，帮我记得我们也要买新鲜的香菜，礼拜四要用。”我点了点头。不久之后，全家都起来了，我的五岁的妹妹也跟着起来了。吃完早餐之后，妈妈就带我们两个要准备进城。我们家是在耶路撒冷城的边界的一个小村子，叫伯大尼。平常的时候，这个小村镇是蛮安静的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逾越节之前，因为上万人、上百万人会在这个时候朝圣，往耶路撒冷。平常蛮安宁的伯大尼，在这个时候热闹起来了，菜市场的摊位被占得满满的，到耶路撒冷的主要的路旁摆满了卖摊。妈妈的左手牵着妹妹，我跟在后面。我突然发觉我们已经不是要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了。妈，我们要去哪？妈妈回答说：“我要去看看有没有新鲜的羊腿啊，羊腿通常是逾越节要吃的东西。”到屠夫的店，今天很多人，店里都挤满了人，看起来许多人都需要羊肉。妈妈转过来跟我说：“我自己进去就好了，你们两个在外面等。”妈妈转身要进去之前，转过来跟我提醒我：“哎呀，你好好看着你妹妹哦，不要让她走丢了。我看你们两个去对面的客栈那里等我好了，这里太多人了，那边比较没有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然后抓紧了妹妹的手，我们两个慢慢走到客栈面前，在楼梯那里
坐下来。我从我的口袋里面拿出一个面包，分成两个，一个给一片给妹妹，一片给我就自己啃。不久之后，有两个人走到客栈面前，我一看他们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外地人，不是波大里的，而且已经赶路很久了。两个人的脚都被路上的土壤都弄脏了，衣服也有很多沙的痕迹。可是，虽然他们是陌生人，他们两个看起来都是蛮善良的，看起来蛮好的。他们两个人走到门口，其中一个直接进去客栈，但是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，看到我们两个坐在那里，他就停下来，转过来跟我们笑一下。妹妹看到他有亲切感，就跟他挥手打招呼。我也跟他点了点头，说早安。他跟就我们讲，哎，你们两个要不要去看一个好玩的东西啊？我考虑一下，看了他一下，往屠夫那个店那里再看了一下，我就说好，我点了点头。他笑了就说，哎，跟我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的朋友就跟着客栈的老板一起出来了。我们一起到客栈的后面，看起来是客栈的那个马槽。老板开了门之后，里面有三匹马。老板就说：“哎，这三匹是我最强壮的三匹，强壮的三匹。”我把我的头转过去，又高又壮，的确是很高壮。那个年长的外地人说：“我们不需要这三匹马。”他往外面再指一下，就说：“我们要那一匹。”我往那个方向看，外面有一只驴子，看起来非常的清秀。老板就问：“你要那一匹？那匹没有被人骑过的驴，你确定？”两个外地人就点了点头。老板就问说：“是谁要的？”两个人同时回答：“是主要用的。”客栈的老板脸色马上改，轻轻的叹气之后，就说：“那你把他牵去吧，他能献身给主是他的荣幸。”两个外地人就出去，走到驴的旁边，两个人都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，抖了一抖之后，先后把衣服都披在这只驴上。然后呢，一个人牵着他，一个人在后面跟着。我跟他们两个走了一会儿，那个年轻人看到我们两个跟着，就往回看一下，笑了也挥了一挥手。我不知觉就发声音就问说：“哎，你们的主是谁啊？”他就说：“等一下到橄榄山下，你就可以看得到他。”我没有回答，就牵着妹妹一起回到客栈前面等他。我们两个又在客栈那里坐下来，心里一直在想说：“哎，刚才那个人说的话，他们两个人的主到底是谁啊？”那一个人一定是一位重要人物，可是大官，罗马人，一定是，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？啊，对了，我可以问客栈的老板，我想到要马上想要进去，正要进去之前，听到妈妈的声音在叫我，没办法，妈妈在叫，我们就看到妈妈在挥手，我们就跟她去了。看到妈妈的包包是鼓鼓的，买完了她所有需要的东西，我心里就想说：“哎，下一站就是要去我想要去的地方，要进耶路撒冷城拿我的新衣服。”如果是这样，我心里就想：等我穿上了新衣服之后，再来问老板，看看说那两个人的主到底是谁。从伯大林到耶路撒冷也是需要走一段路，这段路上我一直都想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他们两个外地人的主到底是谁？妈妈手牵着妹妹一边带路，有注意到我的眼神，她就问说：“儿子啊，你挺安静的哦，刚才发生什么事情啊？”妹妹没有等我回答，马上就插嘴说：“妈，我们有看到马哦。”哦，你们两个有去看马？嗯，妹妹很兴奋的回答：“我也看到三只。”妈妈又问：“哎，你们两个在哪里看到的？”“就在客栈的后面啊。”“哦，是吗？”
妈妈的眼神就已经移到我的身上了。是哥哥带你去的吗？嗯，是啊。我呢，没有回答妈妈，我就直接问说：“妈，我们家的主是谁啊？”妈妈就的脚步就停了一下子，可能又感觉到好奇，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？他就说：“是耶和华神啊，你应该知道的啊。摩西的第一诫就是神说：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。”哦，对对对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除了耶和华神之外，我们可以有别的神。对啊，所以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主啊。妈，我知道这个，可是耶和华神不在人间啊，他不需要骑驴啊。所以如果再说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我们的主啊，妈妈在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莫名其妙了，为什么会在问这个问题，什么骑驴什么东西的。嗯，妈妈很有耐心的在想回答，如果是在这个世界上这样来说，可能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地主了，他可能说是我们家的主，他的地呢租给我们种，所以我们欠他非常非常多，所以如果可以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主，他是我们家的伙伴。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妈妈讲的这个答案有一点点不满意，我说不出来哪里不满意，可是还来不及再问之前，不知不觉的我们已经到了衣服店的门口。这间衣服店我已经来了好多次了，是耶路撒冷城的这个西边，很靠近耶路撒冷的西门。当然今天很热闹，许多外地人每年在这时候都会到耶路撒冷来朝圣，逾越节快到了，所以每一家家庭都在准备，所以妈妈又牵着北面的手带我们两个进去这个衣店里面的裁缝室，马上就看到妈妈就跑来我们这里笑说：“啊，是不是这个年轻俊男要的衣服啊？”妈妈就红起来，我点了点头。妈妈就问他说：“是不是好了？”“应该都好了，可是要量一下。”裁缝师就到里面去拿一件衣袍出来，我这里就说：“来，把它穿上。”我也很乐意的就把这件衣服穿上了，有一股新衣服的香味，我心里非常开心。裁缝师在我四方走一走，做了一些记号，就说：“来，来，我再修改一下，不会很久的。”我把衣袍脱下来之后，忽然间，外面开始有一些吵闹的声音，打鼓的声音从远远的地方开始靠近。妈妈马上就说：“啊，是罗马军人来了。”我脸色马上变，我跟妈妈看着，我看着妈妈用一个很期待的这个眼神瞪着妈妈。妈妈微笑的时候就知道了：“好好，不要走得太远，去看看吧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一转身就跑出去了。外面正如妈妈说的，一大队的罗马军人走进耶路撒冷，从西门进来，路中的人每一个人都让路了。前面有一个军官大声在说：“这是比拉多，是你们罗马帝国大帝凯撒所指定的迦南地主，你们得让路，得鞠躬，也得给他所应得的尊敬。”其中有一位军人来到我这边来，用他的盾牌挡着人群，再一次提醒：“让路让路，都不要来靠近。”这一队军队看起来是真的是很雄壮，比拉多站在中间一辆这个马车上面，脸色是非常的严肃。那一位军官又再一次大声说：“这是比拉多，比拉多是你们罗马帝国大帝凯撒所指定的迦南地主，你们得让路，得鞠躬，得尊敬。”我也一丝一丝的鞠躬了，不敢走太前面，怕被伤到。军人呢，走远之后，旁边有一个小声说：“哦，好霸道啊，连靠近女士
回到一间里面，我的衣服也都改好了，我很高兴就穿上了。妈妈就说：“好，我们该回家了。”在回家路上，我问妈妈：“比拉多呢？是不是我们的主？”我心里还是一直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妈妈回答说：“他是凯撒大帝大帝派过来管这个地带的，所以也算是我们的主。现在是罗马人的时代。”我又问你一句，妈，在世界上的主是不是都像比拉多那样？嗯，差不多。妈妈说，我们要回家的路上一定要往东门走。伯大尼是耶路撒冷东边。在路上，虽然经过整个耶路撒冷，我心里还是念念不忘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。我们走出东门之后，在橄榄山下，在一个三叉路口，我看到远远好像有一堆人正在集合。我们家是从左边去，他们是在右边的那条路上面。我呢的好奇心又出来了，妈妈又看到我的眼神了，她就答应说：“好，我先回去了，你去那里看一看，不要走太远，不要太久。”也不要把那个新衣服弄得太脏。我点了点头，就马上到热闹那边去看怎么回事。走近了一点之后，我认出来两个带路的人，就是刚才客栈碰到的那两位。我也看到那只驴，其余的那个人，他呢外表斯文，脸上含有微笑，他的四周围都很多人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说：“何沙呢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何塞纳！”有一些人把他们自己的衣服披在地上，让这个人骑驴过路。我本来是要让路的，可是那个年轻的外地人笑了一笑，看到我笑了一笑，挥手叫我过去，去看他的。我左看右看，他是在讲我吗？我是有一点担心，因为刚才那些军人说不要靠近，我有点担心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。那个人就再一次要挥手要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就走了过去。到时候我笑了一下，他抓着我的手把我拉到骑驴的那一个人那里，他就说：“我的主耶稣啊，这就是我刚才跟你提到的那个人。”耶稣，耶稣，这个人的名，他的主名字是耶稣。耶稣呢，他就向我笑了一笑，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中，右手轻轻的摸我的头，愿你平安，来跟随我吧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终于了解了，一位主并不一定是老板，一位主并不一定是正在统治你的国家的国王，高高在 上的将军、军人或官人，主是一位值得我去跟随，是一位值得我去卖命，是一位会带来给我永远和平，因为他会真心的来关心我，是一位会带领我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来与他同行的主。然后跟耶稣一起走之后，许多人都把他们身上的衣服披在地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很自然的把自己的身上的新衣服披在耶稣骑的驴的上面，给他好做。之后过了一会之后，我在回家的路上就一直在想说：“哎，我这样做是对的吗？”本来想说我应该会感觉我有一点点舍不得我的心意，但是路上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完全没有这个感受。
我的心意了给他，我心甘情愿。我进了家门之后，妈妈看到我回来了，马上就问了，哎，你的新衣服到哪里去了？我连想都没想就回答妈妈，是主要用。让我们自己想想看，你自己最珍惜是什么东西？你的主是谁？在什么情况当中，你会心甘情愿把这个最珍惜的东西献给主？两三分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在祷告之前，我们接下来是有点就是说代祷啊，代祷其实就是说你生活上所需要什么，而且感谢什么，感谢什么。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都会祈求，可是很少会去感谢。在我们感谢当中，我们就会知道神对我们的恩典。就是再用两三分钟，我们自己来做一个祷告。你如果不知道怎么祷告的，很简单，就跟一个人说话一样，对方就是神。你要说什么都可以，你不用发声出来，你要说什么都可以。然后之后我会来来做一个最后的祷告。神啊，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忙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你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很惭愧。有其他比较重要的东西，我们把它摆在你的前面。在一个这个新的季节，在这个2000年之前，你是从耶路撒冷的东边进来耶路撒冷的，没有军队，没有鼓声，只
只有颂赞的声音和你慈祥的微笑。因为你是一个主，来带给我们平安的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不只是身体不安，我们的心也会不安，我们会担心操心，不管是工作、学校还是家里，我们也有说不出来的困难。愿你解脱我们这个痛苦，也让我们实际上的感觉到你的同在。神啊，愿我们把你放在心，愿我们口头上说你是主，生活上也表演出来，也做出来，你是我们的主。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向主宣告，主真的丰丰富富的给我们，主的新酒新油已经浇灌给我们。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，我们愿意回应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Thank you.
现在主耶稣还是在这里，要特别将丽还有义如交在你的手上。主啊，他们经历过的，主啊，你都知道。主啊，谢谢你赐下小 baby 在义如的身体里面。主啊，求求你保守他们，预备他们，预备义如的身体，预备丽跟义如他们的未来要当父母亲。主啊，求求你保守他们，预备他们。你让他的小 baby 在他肚子里面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长大。孩子，谢谢你，还在这里特别要将新接的妈妈交在你的手上，那就求你继续的保守他的身体，
主啊，孩子也献上满满的感恩，主啊，也让两位老人家最近啊越来越频繁的也愿意的主啊到教会去，主啊，谢谢你一再的带领他们，就求你继续的引导他们，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认识你，也愿意真的是敞开他们的心，愿意信靠你，真的谢谢你，求你继续聆听我们的祷告。天上的主，我们在这边向你祈祷。我们在座大部分都非常的年轻，非常的强壮，我们都很健康，但是我们中间也不乏有很多人，我们的父母他们的身体已经渐渐老迈，那很多有生病的，有的是住院在治疗中，那我们跟他们又离得很远，又没有办法照顾他们，我祈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在这里特别要为秀芬的爸爸祷告，因为他前一阵子得到了中风，那现在还在复健当中，我们祈求主跟伯母跟秀芬的爸爸能够同在，让他们能够忍耐，同时也有勇气、有信心来继续走下去。在这个漫长的复健当中，有主你的照顾。同时，我们教会里面也有曼丽姐，她跟她目前在做化疗，已经有四个形成的这个化疗，接下来要做第五次的化疗，求主保守他的身体，保守他的信心希望一切都可以顺利。我们中间我们教会里面也有陈建仁兄，他的心脏阻塞，那目前因为身体衰弱还没有办法做心导管，求主保守他的身体，让他在最失意的时候人能够知道我们兄弟姐妹，我们全家会是跟他存在的。我们在这边随时都愿意当他最强的一个 support， 也愿主亲自引导他，引导他的家庭，尤其引导他的医生，在前面的治疗过程当中都能够顺利。请主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以上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有一些报告的时间，报告跟介绍，对吧？先唱。好，我们再次唱那一首《哈利路亚》，可以吗？我们一起起立。Yeah.
魂深处微笑声音，有回答更有破坏，你握着每口呼吸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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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让我也得不过，尽我所有，请你接受。就是为什么许多我们基督徒的都称为耶稣基督为主，主要用的我们也愿意献上。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父神的慈爱、圣灵感动与你同在。请坐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些简单的报告事项。好，那个欢迎各位今天来做礼拜，所有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，请在我们service 结束之后一起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享用晚餐。我们还没有想到晚餐要吃什么，但是我们等一下就做一个简单的调查，我们就点一些外卖。重点是今天等一下结束吃晚餐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帮四月份的寿星庆生，尤其是 Robert 还今天自己做了蛋糕帮自己庆生哦，所以一定要留下来。好，然后明天我们主日这边还有主日崇拜结束之后2:20在楼下的 Sky 的这个礼拜堂，我们有妇女茶会。那明天聚会的内容是 DIY Tea Cup。Garden，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姐妹们有兴趣可以参加哈、弟兄们不知道可不可以参加，我不知道。好，还有4月21日是复活节，欢迎各位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庆祝。我们复活节的崇拜一样是1月15日开始。1:15。1:15开始。Anyway。好，然后还有4月27日礼拜六，我们教会有春季大扫除，我们早上9点开始会一起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帮我们的这个会堂把它清干净。然后4月28日，礼拜后我们有 Potluck， 我们会为暑假的短期宣教来募款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全教会的祷告聚会，一家一看，请各位弟兄姐妹还有亲朋好友欢迎支持参加。然后从3月17日到5月26日，我们对教会有 food drive， 所以你家里如果有一些这个罐头啊，或者是这个食品还未开封的、还没有过期的、看起来还很好的，欢迎捐献。然后这里有 website 可以看一下。还有我们有小会有一些事项要公告。为了促进会众还有小会和牧师之间的沟通，小会要成立一个协调小组，小组成员有文旭长老、培荣长老，还有 Sam， 还有 Christine 长老。然后请会众利用这个管道传达对教会的关心，还有任何建议事项，有什么意见可以透过他们。小会还决定在4月28日，我们会公开讨论
这个建堂我们是不是要扩建，然后会特别召开一个会员大会，本来是那一天我们要把它延到5月5号，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3-4名的会友，我们要求我们要多一点的时间来讨论，请大家5月5号有时间参加。然后4月21号这个复活节的主日，我们还有教会的洗礼跟转籍的这个仪式，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向牧师登记。如果你要洗礼的话还来得及，没关系，已经过了，可是我们可以再讨论，可以再讨论一下。转籍就是说你已经洗礼过了，然后在别的教会已经聚会很多，已经有聚会了，那就是加入我们这里的这个教会的会员。那加入之前，我就是要解释一下我们长老会是什么东西。这个太天真了，就是说长老会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代表什么？不是代表什么？我们怎么去那个执行我们的一个教会的这个的团体？所以说，你如果想要的话，要转籍加入的话，也请来跟我联络。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报告的吗？没有，那就各位就默祷之后，我们就留下来。除了 Robert 蛋糕 ，Robert 还有带卡拉 OK， 我们可以在这边同乐。好，请默祷。